之后在早上早晨三星电脑又在右下角直播通知我，然后他把麦序上面主播右键关注一下。咱们先跳第一个舞啦。我还觉得我今天特别的丑呢。I just take what I need. And when we're going tonight, just an ordinary evening. I heard voices from the ceiling, and I really was believing it was my mind playing tricks on me. Went upstairs just for receiving. Something told me you were leaving, so I looked out at my window just to see you there coming straight back.小学生广播体操，初升的太阳。Hello， 欢迎大家来到九十二新秀，燃爆声音就在这里。我是本场的接麦主播，我叫南宝。然后大家喜欢南宝，点点关注啊！首先，咱们早上找陈三星。电脑用户在我们右下角的直播通知我，感觉我镜头好像有点往高了。有爱心的帮男宝点点心，好吧？有爱心的帮男宝点点点心，然后有免费的小花送一送。跳一个滴滴滴吧，好不好？然后大家喜欢那么就点点关注。
baby, do it baby。对，大家把那个麦睡眠主播的右键关注一下啊。刚开播，给我都整晕了。说完了吗？对，然后我是南宝，然后大家喜欢南宝点点关注，手机用户在左上角橙色爱心，电脑用户在右下角的直播通知我。45结束啊，这个麦序跳完了，还有一个麦序啊。然后大家把麦序上面主播的右键关注一下。然后我们跳最后一个舞了，大家不要离开992，后面会有小白给你们带来更精彩的表演哦。咱们跳个嗨一点的吧。对啊，9:15开始的，我流鼻涕了。哦。
我封了你。就跳完，还有那么多事情。欢迎大家来到九九二星秀，燃爆声音就在这里。我是本场的接麦主播，我叫南宝。对，大家喜欢南宝可以点点关注啊，手机会在左上角橙色声音电脑用的音乐直播通知我。然后咱们麦上的主播都已经关注一下，然后大家不要离开九九二，后面会有悠悠，不是会有，后面会有小白。给大家带来更精彩的表演，然后十五分钟后我们再见。不想换衣服了，有点尴尬。拜拜，十五分钟后再见。